袂歹。你甲警察咧下时阵好好佚佗啊，足好诶。即吼，即物件可能嘛有微博，较早咱三一八诶学生运动吼，因足侪人看见，吼，所以有帮助啦，吼啊。即个我过袂记得介绍吼，林振武教授吼，伫头二十年前吼，啊，由民进党啊征召做海外部分区诶立法委员。去投算吧，投算不算算了哈，不管投算那个定调的啊，海外分会立法委员哈，啊，我有在三年时间在做会，哎，伊那个在那个立法委员立法院讲话时阵哈，或伊当下呐安尼收起起来哈，伊那收起呢，你就讲哈，咱大家人拢是罪人呐。在那块推干，我伊个咧讲个那无输嘞。啊，所以国民党个委员就找我朱凤珠吼，咱一边做去韩国去参加迄个国际诶记者会吼。私底下讲讲，哎，赵委员，那个林哲武啊，胡子很长那个，是不是牧师啊？你讲起来，我那当嘴脸啊，那当推干，哈哈，挑衅这啦，哈，爱是这款啊，做贴心做事。就贴心的是伊吼，啊，讲了啦，我啦，甲耶稣你讲的同款，我来讲教训啦。好，来 Q&A 下一个问题吼，啊，问题那有个人会当先提一本吼，来，啊，这个张姊妹遐来。啊，你好，有啥你讲听吼？来讲这个刚讲，我个人呢，见到个画法啦吼。你同业空间当然在这个现场上面就是当地，我一种是同业。但我近年观察个这段时间以来，你说你对抗的政治个政府，英国政治靠民主人权，你叫输，所以会同业。但是当你近年来哦，尤其我几十年来做研究，感觉是做不到。就中国的本质哦，确实有无同。你个观念，你个举报制造以牙还牙个顶顶。你若想过个不公平，包括我即几年游玩，我个人就是讲，那避开大黑眼了，一定都惊你。啊，你若做修身好身哦，全学生啊，好讲好怕。啊，其实几年来我的经验，有当下看你讲，个是不是太假假包？然后控制以前，警察边个都是个独立，我几啊份的经验，本来在北台安东山，陈副官，你看有滴，我见无好，今仔我来分创啥等等。你搞来就搞清楚，我不出来吼，谁来找？你是无搞，谁用背后你找我讲？我用人中搞，这八块块啊，实际上我来把搞这个超级鬼搞钱哦。这个要控制用，让你搞完清楚把你做，你莫搞回报的。这个我搞回报的吼，这个叫国家领导嘛。啊，如果干了超前线，哪里搞回报？最少加调研。我这个独国领导弱肉强食，你要行不好，很讨清苦的你讲，我这个回报的话。啊，当然，当然，台湾教育拢做是啥民主金牌，相信新时代台独国当然就困难的啦。因为台独国思想哦，因为他们拢传统的传统嘛，他们拢会传统压线嘛，所以吼，因为就阿爸的。啊，你上帝主平吼，当下你再新温柔吼，真困难。所以你传统的传统吼，精神上是讲说我个人情，不是被教育，要以暴制暴。我个人来体会啦，你看什么我这个经验说，我们将来更加看嘛，你看说。后来，相对的多过二百斤，我是你那么想，专门吼，每一人训练，我下个地方好变个吼，你要透过每一家庭那种进行自卫性的枪击，而且吼，搞什么国防建设，都是不能，现在不可能，不能什么征兵啊，我不估计，大家朝政能来邀请的，我们这样子基本能邀请，把我们国防去枪击一架阿装，哎，加科目了，英雄，参加一个。啊，安尼啦吼，啊，所以问题讲了以后，再请林振武教授来做回答，安尼时间够讲者吼。啊，这个志伟啊吼，伊听我本人啦，我听我老兵，听我上校啊。好，来，那我来开镜，来这边先和你来，这边先和你来，啊，来过来开镜嘞，啊，来请。哦，这个我地上吼，啊、来。讲了吼，讲了这样就过了，好。好，这对行这样去好哈。是阮带的，不是嘛？哦，我是给他找麻烦，是给他比如啊，这嘛讲，伊
间伊就是姓吴啊，吴我慢慢读错名，错名嘛算得着，伊都不会听的话。基本上大概不叫警察推过啦哈，啊，冇不敢做哈，啊，但是都不好嘞哈，啊，你再就讲我冇去查，啊，再代志哈，变啦，啊，推暴力哈，啊，变啦来这个，来要不，这个一千块的，对，好来去吧。我单车哈，您电话到时候先来回答进来的问题哈。就是啊，刚刚说，就是啊。刚才在座包括上高，我是稍微尔啦。我唔知影你敢有实践的经验？在座有人有实践的经验无？无吼。八二三啊。有人参加八二三炮战吗？八二三炮战的炮兵的英雄，炮战的时阵，你敢有穿敌？敌人去炮，就是甲你炮，但你袂记得会炮上。你敢免反击？这是正当防卫的一部分。这条命难是上袂灵活，明白？再不挑战，第一天我开始啊。过另外一天是，我指挥六寸的大炮的时阵，我坐伫遮，本来叫做我，这个有鼻孔架敢袂当会指挥，我就坐伫遮看，就通知兵伫遮，敌人会连地有弹门炮，拍甲拢定去，无法度通反击啊！正当防卫爱，啊，迄甚至移动移步的一部分，是，总是要改变体制。是中国流行之地，是健康，是恐龙，是首先连本身这是无存在动物啦，迄是蛇甲尾卡尾尾咧，迄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，是先无一款物件，无一款动物。是中国一再在跟你欺负的中间，咱来用其他国家的字来看，用暴力来阻止暴力，有时阵确实是不得已。那不是安尼时阵，是不是付出的代价变得较高？啊，你思考一下，当然非暴力抗争，今下就是已经下好一个教训提倡的。1994年，我引进入个台湾啦。21年前，伊一直在讲，石头唔是万灵丹，唔是，总是虽然唔是万灵丹，恁要安怎来解决冲突？无法度通用谈判来解决的冲突中间，伊安怎去用智慧，爱去设计一道大的战略，还有智慧哦。唔通为着行动去行动，一定浪费恁的机会、人力、财力。所以就爱好好去想讲，到底要安怎改变才会动。大目标要立出来，而且大的目标关键的中间，你去设计一个大的战略。战略中间，大战略中间才有阶段性的战略建设。所以安那通过规模的，不是少数人，是比较多数的人。通过规模的，咱拄好在讲，你当初啦，二零八三，什么八的时阵，这学生在做的，因已经通过你当初啦，真侪台湾人讲，咱来刷爆这马建馆，这国民政馆，唔通安尼做，来抗议，有效果，有效。甚至咧，中间叫用30秒，有半分钟，都该扫过啊，都该吃。那是为对个人吃这就会是将台湾要改，上天是威胁着所有咱台湾人生活的时阵，学生活感冒，一箱跳入去所有个被动的干预也是干扰，即将台湾人，
去当中那些学生真不容易呢，因感觉讲台湾若是即马无行动，现在咱的有影真困难。这中间，伊就去读教育，唔是即本来念，就是遐日本。即阵你若有迄个网址，也是你会当去 www.a.einstein.org/chinese， 再个 slash， 那网址也是日下伊所创写的个爱因斯坦研究机构的网址。3.18个中间，你看你个学生去读教育。每到我才知影，迄执行长来甲我讲讲，迄、那个中间台湾的下载，这个网址在读的，去台湾，一日就7000至8000，人去读。5月7日迄日已经，这个，你看，这个已经结束了。5月7日，去年5月7日已经结束了。全世界超过8000外的人在读，咱翻译的英汉版，中间42%台湾。第一位，第二位都要美国，就来拍那样。所以咱的少年人，咱从这套的功能就够了，不是难名单，总是对咱真多。所以虽然咱不应该用工业，啊，工业工业，咱看真济咧，中东今仔是干啥呢？以牙还牙，敢有该现象？以色列甲巴勒斯坦的中间的抗争，他们进步着。有时阵你爱用智慧，你去把你话做会到。我讲一个例，就是1991年3月13日发生伫波罗的海一个国家，咱知波罗的海三个国家，爱沙尼亚上侪，比咱台湾较大1.2倍啦。人口，人口是150万那点。第二大是拉脱维亚，人口250万。咱台湾的1.7倍，上大是立陶宛1.82倍，人口350万。苏联在占领的中间，因每30年一摆用武装的革命，武装的革命的时阵，死伤偌严重，1/3的查甫人，不是台死，往台死就是受伤，也无往放出去西伯利亚。30%，好一代精英无变。如果等等30年再过来，在1980年代的时阵，哎，老的人讲，哎，少年人啊，怎啊，为着恁啊呢？我一代为着恁牺牲啊，怎话恁啊？他们讲这一群少年人，伊去接受着真正下着一本册，啊，咱台湾人台湾人，介绍人讲，哎，老的，老的，起来讲。真是嘞，我无要叫恁做安尼啦。我再来气甲讲，为着恁牺牲卖命，有伤的也有，死的也有，啊恁无啊，无要做啊，啊恁要对后代安怎交代？我无啦，我唔是讲我无要做，我要做啦，我无要安怎做，我有我的办法，啊要用这套啦。这样子呐，苏联是我发现，在做动力的时阵，我发现当中。以外，伊嘛讲到讲，印度甘地那会当成功，事实咱对英国政府安那统治印度，咱无了解。事实英国起码看起来那种真民主，伊人阵安那统治印度，靠神经病，咱拢唔知影。英国人无遐成熟啦，嘛是下台多少，要故引起讥笑。我都在立陶宛这里，我无听阿叔讲，我把叫你当时来讲好啊，你这搞死囡啊！伊去公投，公投的是安那赢，赢到什么程度？因家己的人口是81%，苏联人10%，8%是波兰人，剩1%是其他的。公投的时阵，伊81%的九成讲咱要独立，九成81%的九成是7.3%呢。73%、72.9%，绝对多数。所以人你卖，唔许是恁家的代志啊。
伊较完全啊设计设计甲讲，哎，十派俄罗斯人到位时阵，七成半俄罗斯人甲波兰人七成半拿到支持独立。我话叫工人讲惨啊，一定叫独立去啊。所以要安那来阻止，哎，制造事端，对国际有法度通明说的这事端，要用武力来制裁。要制裁是我袂哩，我袂开伊个拍下袂哩。啊，制造事端，要安那制造，伊要牺牲，十派中间这个三十五万个俄罗斯人，讲都五千个，都八点，牺牲五千个，制造冲突，冲突的时阵，伊部队。六个加强师，包括一个空降师，战车大炮拢在，很好啊！你这高士兵啊，要给你修理。这个子弹的时阵，几钱啊？去我这保定，领导给设计。这八点后来，要这个子弹的时间，可以办到七点钟。啊，总是要这个子弹的时间，伊加上，就是讲，伊好有伊。国家的青年人讲，你都爱出来救护你的国家，你若无来救吼，你爱国你都爱特别国家。所以二十五班的青年人出来，啊，迄暗啊零下二十五度，你若要去寒带去零下二十五度，唔是小事。你徛咧点点徛咧五分钟，你脚就停起啊。啊，所以这些青年人要安那，好啊，这规做两边，这边甲迄边，啊，你这边开始扫，扫恁这边是恁来自己提。啊！你连一项都走去哦。啊！然后怎么话伊上倒转来？伊迄中间到迄个时间到的时阵，怎么这边报啊电线在甲恁拍？啊！事实对一名俄罗斯的部队看起来，哎呀，他们咱的国军也已经搞了，好像拍到密密麻麻哦，进入到轨迹。世界无天敌啊！我就不要讲海啦。相信未？放胆追凶，他妈雷根啊，那个迄个铁娘子。大姐，讲国民，我大少是讲你到底做什么代志了？这无辜中的这人，啊，你去开电枪拍，老贵啊！所以咧，道理会先讲，是伊个规部的个技巧，就是所以爱用智慧去设计，唔通爱先讲就先讲，所以一点，咱上帝就是咱真济真好的智慧，唔嘛那会当好好去用。大家来思考讲，啊那是上好、上友好，啊来看个人带来的，对的，第一个是，多谢。好，这日本的战争啊，这本书哈、啊，不是万年班呐、啊，普京下哈、啊，这个这嘛，可能嘛在这个八十岁哈，啊，我嘛第两遍啊，该讲语音哈，啊，伊嘛讲领导的经营吧。我的地海三小国，把中东他的四五年就发生的那个茉莉花革命哈，我一定要完全收下。但是讲这项伊国的抗战的主要精神，就是讲要安那团结，一个比阿边的百姓，起来有组织的做推国的的方法，有在跟政府合作配合。在这里面，什么方法会当适用在台湾的现状还是未来？我想这是值得咱去思考的，去思考的。啊，安尼啦，吼，伊这个都讲真的五点啊，吼，阿公要关心吼，啊，这个有病人已经要值班，赶紧送过去啊，哈。哦，先操兵哈。哦，这阿伯，我这领导到底想要点什么兵哈？啊，跟你写一下，啊，恁在迄个在外国跟那个大明星那边跟张吉汉哈，好，啊，拍摄，啊，再一次，好，听到四个十分哈，啊，我想我刚好这个咱民主论坛负责人哈，张启东律师哈，啊，你得我老讲，我这上讲一分，你来挨，啊，你来搞到我公司来同你来提，啊，那挨一分讲一分，啊，那出呢哈，啊，出呢就暂时给到你哈，好，啊，以后不这个。爱人吼，啊，无要进门来看下交通吼。好，啊，这时吼，啊，咱的分享这个先操兵吼，啊，搁咱搁一边感谢这个领导，到时好啊吼，再感谢吼。啊，伊今年爱搁去高铁站吼，爱关去这个爱搁等于台北吼，
以前今年哈啊做过单干的哈啊，嘛感谢天爷哈，安光照你，你做到今天呢，已经有人哈，人要带你去国际哈，耶，好来，这个咱请迄个阿哥啊啊，请这个看卖的哈啊，请安光照你来做迄个食点心的祈祷来，较紧的，你嘛是委员，你特别在做粿，你嘛做来分担分担分担，别分担来，好啊。来，咱三个来祈祷。主，我伫你面前听你的分享，我很就感谢。我搁来欢喜，你收拾下这青草，我食。我食了身体勇敢。我来搁一只来很就感谢，为阮陪伴这个美女的姊妹。就像这，你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。主，我将一切荣耀归于你，把你祈祷扣下算了。阿门。好，安尼哈，吃大龙蟹嘞哈，啊，你来到这里哦，来吃一久啊，你背都酸了。啊，这个先看嘛，咱家兄弟姊妹哈，啊，这是九幺一哈，啊，咱这个遗传哦，这个明星集团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，甲起码大家好像好像没什么大哦，都有些中华声，但是这些然后大家提给他放下，有种防灾。好，那么在这个政体哈，在准备在采访在访问，因为这一点拢是重要点来，就像那，这么好，不管出访来了，谢谢我们要去，到别人拢在那说爱心关怀，咱家里的物件，其他负担，其他的困难，都是没办法。好，我刚刚好在这个医生的讲哦，啊，伊我面提出哦，咱的医生来讲哦，对啦，是正常，无有问题。这个时代，刚变到这样的生活，关系就好了。这边，那有几双，但是那边不够。